我们可以看这个国会大厦，这也是在这个二十世纪，十九世纪尾所建筑。主要是说呢，因为呢，父亲死掉以后呢，争家产，一直无法。右边呢是新的市政厅，白色的是旧市政厅，现在是历史博物馆。后面是国会大厦的中的历史吗？不是，应该不是了，不是，不是。这个独立纪念哈，摆在你身上。